位优良军医人员今天上午11点在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接受了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雷元军上将的颁奖。接受颁奖的包括国防医学院韩少华等5人，三军总医院陈宝球等3人，陆军军医郑国彪等32人，海军军医肖志文等8人，以及空军的郑中福等10人。刘副总长在颁奖之后，对他们坚守工作岗位、促进官兵健康的工作表示嘉许。